嘹亮歌声让照顾部的家变得更有活力，一只疼痛的脚有好几双来自非洲各国的手来疼。老公姐，你闺女来，你家多久了？老公姐，你爸爸，你就是工把啥公司产品来送，我等下，老公姐啦，肯定要喊我，先不讲咩事，别那么巴拉干钱呀，我讲。视病由亲，及时给出建议。一旁资历较浅的志工，则是抓紧机会学习写关怀报告。爱的脚步持续前进，给出依靠，福惠红包是心灵资粮。但手中这包大米的意义，得细细诉说。各国志工因爱相聚在德本，墙壁投影出教材就是一个学习殿堂。台新闻真善美之工南非报道。